十四日上午，在晋江市陵水街道陵水菜市场，有网友发现螃蟹和老鼠在空地上展开大战，好奇之下拍下视频，螃蟹和老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了起来，引来市场上众人围观，最终双方打到墙角，筋疲力尽，老鼠不敌螃蟹逃跑了，螃蟹则被路人捡走，整个打斗过程持续了将近十分钟，路人称大开眼界。阿明在亏到底了，阿明来 ，OK， 开始战斗了。哦，螃蟹，哎呀，螃蟹加油！开开练，对螃蟹加油！螃蟹跟皮。螃蟹加油啊！加油嘞，最加油嘞！好啊，好。快来看，快来看，收门票了。十四日上午，在晋江市陵水街道陵水菜市场，有网友发现螃蟹和老鼠在空地上展开大战，好奇之下拍下视频，螃蟹和老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了起来，引来市场上众人围观，最终双方打到 OK， 开始战斗了。到墙角筋疲力尽，老鼠不敌螃蟹逃跑了，螃蟹则被路人捡走，整个打斗过程持续了将近十分钟，路人称大开眼界。